南部特色早餐，热腾腾面条加上海鲜配料，最后打上蛋，趁热下肚，超美味。但早餐店居然也被苏丹红波及，高雄知名锅烧意面宣布3月11号起暂停供应沙茶酱。我们问厂商，厂商是说那没用到这一批啦，可是我说那你要出具证明给我们看，我们才有办法相信啊，不然好像都是各说一词啊。虽然厂商挂保证沙茶酱没问题，但等卫生局检验太慢，消费者早已全吃下肚。为了避免争议，超前部署先卖没有沙茶的锅烧意面。网友忍不住哀嚎，没了沙茶的锅烧就没了灵魂。从小到大都有吃沙茶，为什么都没有吃沙茶就怪怪的？哦，当然啦，因为毕竟这食安的问题嘛。毒苏丹红被做成辣椒粉、胡椒粉、沙茶酱跟各式调味料，受害的产品高达83家，几乎是遍布全台。连锁早餐店也贴出公告，他们不卖沙茶锅烧了。为了安全，为了客人不要有疑虑，所以我们没有加。苏丹红盐烧沙茶酱也中招，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到毒沙茶，干脆不卖。锅烧意面少了一味，只能无奈接受。记者蔡武言、叶正云、郭怡珍高雄报道。